科医话室，科学程序技能，观察，沟通。如果没有观察和沟通，什么是观察？其实观察需要用到的就在你脸上了。观察是用身上的五个感觉器官来了解事物。我们的感觉器官：耳朵、鼻子、眼睛。舌头、皮肤、我们用耳朵听，我们用鼻子嗅，我们用眼睛看，我们用舌头尝，我们用皮肤摸。观察以下水果：柠檬、柠檬的外皮是黄色的，柠檬会发出柠檬香味，柠檬味道酸。柠檬外皮滑滑的，我不能说话。柠檬不会发出声音。知道了观察的意思吗？来，我们以连笔画的方式画出我们脸上观察所使用到的感觉器官。开始动手画画了。